陈东创作，头陀渊、小桃红为您播讲的《圣虚》，后期制作平海林风。第1749集。就在这时，不要说三方战场了，就是阳间都在巨震，这是大道的和鸣，是诸天的共颤栗，所有人都骇然，不禁抬头观望，那是什么呀？在南部方向出现了一盏灯浮现，起初朦胧，如同自那蒙昧时代穿越而来，出现在这一世，到了天地尽头。那盏灯的出现蒸干了天地间的磅礴血雨，也让那成片坠落的神魔尸骸消失了，它越发的绚烂，最后如同一轮大日照耀。轮回灯，一盏古灯，属于南部占州那位霸主的兵器，据悉其实是大道的三大部分之一，自大道分解出去后化形成轮回灯。现在他出现了，这是要做什么呢？镇压当世吗？那位霸主都死去了，连这盏灯都没有来得及祭出来，可想而知战斗多么的突然与仓促，结束得很迅速。这盏灯越来越大，并且极尽绚烂，简直要覆盖了整片南部区域，与天齐高。隐约间似乎背后连着一条古路，轰的一声，突然一只混沌茧出现了，从东部区域飞来，降临而下，直接对接在轮回灯上，让它缩小，不断的扭曲。到了后来，那片区域宛若炸开了，大道之光浮现，如同亿万缕瀑布垂落，淹没那里。两件兵器在融合，在归一。该死的，是雍州阵营的人出手杀了霸主。有天尊怒吼，眼睛猩红。因为雍州霸主的兵器就是这混沌茧。有传言称，当轮回灯万劫仅混沌茧融合归一时，就是持有者成就终极进化者之际，诞生出盖世无敌的生灵。那时诸天大道和鸣，万道归一，莫有匹敌者。现在有人在走这条路了，已经成功了一半，将那轮回灯给吞噬了，正在吸收。轰隆一声，最终那轮回灯消失了，没入混沌茧，但那混沌茧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，通体都在发光，如同一盏灯在燃烧。杀，我们拼了，为族中的兄弟姐妹报仇。有人喝喊，冲向了雍州方向，同时也有人大喊道，贺州的人也不是好东西，若非他们两家联手，祖师怎么可能会死，也去他们那里杀一通，能拼掉一个是一个。三方战场上乱了，而石尾天湖的帐中洞府内，楚风目瞪口呆，这一晚发生了太多的事儿。一位霸主死掉了，疑似雍州阵营的霸主得到了最大的好处。你想逃吗？我将你交出去的话，我想外面那些人会很开心。石尾天狐苏彩笑吟吟，没有起身，在那里瞥了楚风一眼。这时外面有强者怒吼声，有神王在横空，有天尊在冲霄，全都杀出去了，可谓大乱，非常危险。楚风果断就要遁地而去，想利用场域的手段离开，但是第一次尝试居然失败了，这里有非凡的布置。楚风调侃，咱改天再一起沐浴可好啊，我要离去了。你还是留下吧，慢慢讲我家祖上的事。石尾天狐苏仙大眼灵动，虽然带着笑，但却也在威胁。他想知道楚风是否真的认识石狐天尊苏灿，想了解究竟。下次吧，我现在真的该走了。楚风果断起身，跃出木桶，带起水花。你恐怕
走不了。狮尾天狐眯缝起美目进行威胁，我真能走。楚风答道，这一次他果断祭出一个人，他几乎都将羽上天尊给遗忘了，遭遇觅食者，遇上那只黑色巨兽，各种混乱与紧张。楚风曾怕觅食者杀掉羽上，将其送进食管中，直到这一刻才想起，才给放出来。楚风说道，前辈，我们赶紧走，三方战场大乱了。苏仙目瞪口呆，任他手段高超，底牌很多，可是也惹不起随身带着一个老爷子的怪物呀，只能干瞪眼。羽上天尊一阵迷糊，他在石罐中待了很长时间后才苏醒，数次想自己出去，结果都失败了，直到楚风放他出来才重见天光。嗖的一声，有天尊带着楚风，他们的速度太快了，第一时间消失在夜空中。你等着瞧。苏灿气恼，在后面站起，露出雪白而朦胧的无暇机体，盯着帐篷上被撞出来的大洞。贺州所有人退后，不得开战。这时有苍老的声音响彻战场，提醒贺州的进化者不要去厮杀，并且有大片朦胧的光笼罩了贺州阵营方向。南部詹州那两位道友的陨落与我贺州修士无关。这时那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一时间人们震惊了，詹州的师兄弟难道不是被贺州与雍州的两大霸主联手所杀吗？很快人们意识到，所有这些事儿都似乎是雍州霸主一个人干的。这时羽上带着楚风回来了，出现在雍州阵营方向，一片朦胧的光从天际尽头倾泻而下，那也是一只混沌茧覆盖此地。是我杀了那两人，有人开口，震动了天上地下。楚风吃惊，抬头仰望，见到那朦胧的混沌茧后方，仿佛有一个顶天立地的雄伟男子，正在极近遥远处俯视此地。所有人都吃惊，那是谁啊？他就是雍州霸主吗？可是有些人见过雍州霸主，现在却不认识此人，深感愕然。很快楚风发现了一个人的异常，那是青音仙子，他竟然情绪波动极其剧烈，美眸泛出异彩，站在远处轻声自语道，神话中的神话，我就知道你会踏出那一步，青石出山，气吞山河。一刹那楚风觉得有些不舒服，有点扎心呢。我要变强，楚风又想这么喊了，然后他就怔住了。最近怎么总是有这种想法呢？近期遇上的不是变态，就是在变态的路上让他各种备受折磨。他咕哝道，我没喊。旁边羽上天尊一阵无言，听着他一个人在那里自语，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一瞬间青音仙子回眸看到了他，对他点了点头，就又回转过去了。楚风看着他忍不住想开口，但是最后却又摇头，因为实在无话可说了。上一次该说的都早已说过，只是他想知道那个人究竟是谁，所谓的神话中的神话到底达到了什么层次，居然干掉了南部詹州的霸主师兄弟二人，强夺轮回灯。天地间一阵轰鸣，那是大道在融合，宛若海啸的声音，又像是星空崩塌后的壮阔感。南部詹州阵营的人都请住手，武师并未血洗各族，你等各教根基犹在，没有回去。一条金光大道浮现，那可真是从亿万里外而来，自南部詹州一直铺展到了三方战场近前。上方站着一个男子，十分的高大，
洒落神圣光辉，普照天地间。至于之前的混沌茧与那个神话中的神话，那神秘男子已经消失在湛州的方向。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您多多点赞评论，喜欢请订阅此专辑，转发到朋友圈，谢谢。